巴勒斯坦已經可以出線嘅啦，亦都會完成曬佢哋今屆咧分組賽賽事次席射手。有個角球嘅機會，睇點搞法先。啊，幾好笑容喎，佐迪啊！係。咁啊，同對手就有啲交談啊。哇，角球前處嘅呢個波又啊，咁啊過唔到，咁稍微低咗啲。嘉偉再投翻埋嚟。哇！呢個波咁樣甩手掉落，睇真啲發生咩事咧？一鬥埋去，未過百界，好可惜咧！一甩翻出嚟之後，列斯奧補一腳，竟然咧就踏走咗啊！唔知咧就今日巴勒斯坦咧，其實正選比起兩日之前對住印尼都係換咗一個位嘅啫嚇。送翻直線上嚟先啦，好啦，去唔去到大巴字？冚得唔好硬啊！但始終佢又希望盡快出腳啦嚇。係啊，咁啊，其實就即係個防線控得咁前嘅時間咧，就真係阿傑仔啊、徐雲傑同埋係學炳咧，真係多一堆。至就有1、2、3、4、5個把衫喺度啊嚇。林家偉左腳大腳扯埋，手哎呀，門將又出事啊！咦，似乎門將係咪個人信心有啲問題咧？今日啊，咁啊，似乎家偉係咪知道佢係唔係好得咧？咁啊，即係嚇特登扯個波咁高埋去，咁啊試試佢啦，又真係試到。即本身有比嘅，但如果冇人頂中嘅話，都會中籠，係咪？呢邊批到埋去添㗎啦！哎呀，可惜啊嚇！最緊要有機會落場攞經驗嘅啫。同意，即越多機會落場越好。哎呀，呢邊漏咗先喎，有冇機會去到啊？達巴治左路上級大位啊，忍下忍下，而家迪爾再落炸位，掟翻埋嚟！哎呀，1-0，好啦，呢邊咧就係十號仔尤舍夫就幫巴勒斯坦領先香港隊嘅，以為自己夠腳長啊！咁啊，一落腳嗰下咧，就對方仲有機會再可以推推拿拿，你睇下，炸低炸低，係咪一樣？以為佢出，咁啊一鏟落去咧唔到啊！辦法，其實第一下俾上嚟咧，就阿學炳就飆甩咗。哎呀，咁樣甩咗好嘢，落仔偷到，睇下呢個反擊點啦，腳面會唔會俾過裏邊左地？有機會射唔射？射真冇好彩，中咗後邊一個，哎呀！哇！呢、這個波強咗誒邊線個位置啊！留意啦，二打四嘅啫。咁見到咧就陳俊樂咧就腳背乜叫個斜直線俾呢個咧就坐地即刻轉身。咁啊，似乎就好有信心啊！佢哋企翻慢啲啊，睇下到唔到小禁區啊！依次掟埋嚟，到嘅喎，線到後處，左迪攞翻，轉唔到身，回翻後邊。林家偉起腳，可惜呢個波就冇。睇翻頭先啦，麥學炳打下鏟唔曬嘅，咁叫俾阿戴維樹又過咗嚟先。再養落底線對，下一次嗰啲波衫佢都唔會啊，俾依家公司做啦，係咪啊？好笑啊！第二件波衫都攬埋，過你兩關先，達域樹照去啦，好啦，分翻直線上嚟，掂唔掂？達巴治扎位照你啊！哇，諗住攞翻近處死位啊佢啊！係啊，呢一下就醒啊！你見到胡俊明啊，咁啊死追住佢啊，即係一路即係冇放棄到。嗱，呢一下就避過咗啊，嘉偉。俾落嚟明明唔到啊，不過好彩就即係依一下臨尾嗰下佢起腳咧，能夠可以追得到啊！如果唔係嘅話，我想如何先啊？林家偉整下假腳先，養心少少，扯到埋掂啊！哎呀，左地右腳硬一飛沖天啊！慘啊！呢個波就即係有冇越位咧？哦，有啊。即係都有越位嘅。係啊，但係就話即係啊，穩中都。入咗越位都好啊，系咪先啊？系，同埋在裁判都有举旗嘅，见到啊。不过佢睇唔到嘅。好啦，咁啊，点都好啦。上半场其实就香港队演出系合，仲有机会嘅。好啦，下半场啱展开咗啦，咪2018啊，会见到一只展龙入场嘅。再扯翻埋嚟先，批到呀！哇！阿布华达好送到个过头长波。上到腳添嘅達巴切都係單對住學名㗎啦，成日俾到埋再篤埋去，嗱成個組織配合就靚啊，同埋見到十號尤舍夫咧，斜咳涉外都係精彩，爭在最尾佢鞋咗一啄就啄歪咗，踏咗跳嘅。咁啊呢一下就即係似乎就達巴切個轉身比較快啲啊，咁啊即係見到學名個嗰下翻身咧就慢咗啲咁多。咁啊呢個十號仔其實都好醒喎，你見到成呢邊康仔。再分直線就彈翻落佢只腳嗰度，仲未出界嘅尤舍夫將波掟翻橫，即係我吹罰咗呢球波，冇吹罰到啊！繼續啦，好啦，謝朗俾個直線落仔，出唔出到嚟？中間投柱有啊，嘉偉啊，哇！呢一
個波就見到嚇喺右路嗰方面嘅配合啊！啲坦就話誒點解要波唔吹罰？係咩啊？吹罰啊！大家都嚇，甚至沒有部分球所以好似停咗喺度。但比賽仍繼續之下啦嚇。最西斯特再分上嚟先啦，呢邊立到，咪後備入替嘅阿利舒夫，呢個咧就係沙利夫嚇，再射，哎呀，埃斯特。咁啊！依啲咁嘅距離射埋嚟地波咧，就未必考驗得到係袁浩俊噶。好啦，佐迪搶到個波，後邊有人 follow 佢唔俾，俾埋中間嘉偉一攞嘅時間三個埋嚟，呢個直線靚啊！主彩嚟發達咯！哇！越位啊！哎呀！哇！呢、這個波就見到嘉偉俾個直線好靚啊！咁啊，可惜就哇！其實頭先個組織好靚，尤其是第一下嘉偉第一腳。但真係越左位，真係越左位，咁啊唔使拗啦嚇。咁係吹中位球越位嘅。對方嗰度啊，同意啊，因為當時其實艾沙利夫走埋人堆入面嘅。係啊。哦有哦，哇！嚟個遠射，呢、這個遠得遠得好緊要喎。艾巴達利，即係似乎就艾巴達利個心急得緊咁緊要嘅。呢啲成四十碼嘅距離都，就香港隊都冇留到。法拉維送翻邊線，哎呀漏咗喎！好啦，益曬一隻戴域樹，對住康仔送遠處後上衝頂，罰球中偉強扯埋嚟，哎呀偷翻個波，係啊學名啊，但學名其實佢幾次離開自己崗位出嚟飆咧都幾準嘅今日，出到法拉維批到添啊，冇事，艾巴達利。哇！唔經唔覺就見佢走到嚟依啲咁嘅位置喎，即係對老窩就係佢九十五分鐘投唔到，唔得，益曬一隻朗軒，保持就夠曬噶啦，再大腳筆翻上嚟，好啦，全場完畢啦，香港隊一比一逼和咗巴勒斯坦，攞到非常非常之寶貴嘅一分啊嚇！希望連續三屆亞運會就出線16強，機會是非常大啦！呢個時候。